你好，你好，你们是来看滚。各位，医生特地嘱咐，庄老董事长病重，任何人不得接触。少废话，闪开！小庄总别生气啊，医生特地嘱咐的，任何人不得进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里边躺着的是我亲外公，这位是我母亲，里边是他亲生父亲，林管家更是外公身边30几年贴身助理，我们不能进。你是什么东西啊？敢挡在我面前？我的确不算什么东西，肯定比不上某些想趁着老董事长病重就要霸占整个蓝海集团的好东西。你说什么？你再跟我说一遍。总之啊，任何人不得进入。给我闪开！不能进。别忘了，董事长还在里面躺着呢。哼！啊，大洋，赶紧打电话，从公司给我调一队保安过来。我倒想看看，谁敢在我外公病房前撒野。收到。闪开！周总，我让你们闪开。给你们1分钟时间，立刻离开，否则就报警。你们是想去警局喝茶，还是想回到原来的地方？自己想明白。滚开！嘉凯，妈，去把你外公叫起来。现在庄家跟蓝海风雨飘摇，需要你外公起来说话。不就在这一层吗？难道是我看错了？我刚才好像看到曼宁了。别动！你在干什么？医生嘱咐过了，外公需要休息，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你少在这儿给我摆谱，这里所有的主治医生我们都是熟悉的，外公什么时候休养，什么时候治疗，还轮不到你发号施令。乞丐，你别碰我！我是庄家大小姐庄美萱的亲生女儿，在你碰我之前，你最好好好想清楚。你有没有资格碰我？在蓝海全体股东大会之前，外公需要没有任何人打扰的静养。如果你们不希望大会出什么岔子的话，那就趁早离开。就是因为下周全体股东大会，所以我们才不放心外公在这儿。谁知道你们会对外公做什么？毕竟只有外公才能有权决定下一任继承人。只有想对外公做些什么事情的人，才会有这种猜测吧。你，